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今天出来逛一下，看一下我在哪儿。我在马路边，马路边，马路边，我在等公交。公交，公交。公交车牌在这里，公交车牌在这，我在这等公交。那今天的天气呢？没有太阳，阴天，阴天。阴天，阴天。但是我还是要戴一个帽子。帽子，帽子。虽然说没有太阳，但是可能会有紫外线，紫外线，紫外线。还是要保护好我们的皮肤。我带了一瓶水。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在这里等公交。我看到公交快来了，所以我要准备一个口罩。口罩，口罩。戴口罩，先戴一个这个口罩。戴了口罩才能上公交，戴了口罩才能上公交。戴口罩，戴口罩。然后我没有卡，我也没有现金，但是我有我的手机。公交来了，公交来了。公交车来喽！不好意思，那个支付宝可以刷吗？刷嘛，刷嘛，刷过没有啊？刷过了，你刷先，过了，刷过了。你先开吧，我找一下那个支付宝。带卡吗？我好久没搭了，好久没坐，所以我 忘记在哪了。发生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，就是我找不到我的公交卡了。我找不到我的电子公交卡。2000 years later，先稍等，我找一下。我实在找不到，所以我决定开口问别人。哎，不好意思，问一下是怎么刷那个支付宝呀？支付宝啊？支付宝不知道吗？微信可以刷吗？微信可以说要加那个码，加那个乘车码，现在多少钱？要加那个乘车码才可以啊。哎呦，他有支付宝的。等一下，他要加那个码。乘车码，乘车码，扫码，扫码。哎呦呦呦呦！嗯，可以了。扫码成功。好的，谢谢。车上有很多空座位，空座位，空座位。我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下来，大家不要怀疑，我是真的中国人，只是我很少乘公交车，所以我忘了。如果你要下车，你要提前说，有下，有下。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人要下车，我要下车的意思。或者走到公交车后门边，司机看到有人就会停车。我到啦，我要下车啦。下车！哎呦，要小心点走，差点摔倒了。今天就先到这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